好，我们这些我们要移大一点，移大一点。不然我们这个空间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这个空间真的是没了，是吧？我们一下就真的是标注都占了我们的全部空间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它拉长一点。好，我们把它拉过一点，这些地方比较挤。好，我们把下面这些拉一下，是吧？上面这些位置都不够。我们看一下两个平面的位置都不够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把发现这些地方我们有叠加的一个地方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拉高一点，好，或者我们把这两个拉过一点，好，我们拉到这里吧，好，这个的话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些。这个地方比较密，这个图比较密。好，我们把它拉下一点，因为我们发现空间不够。好，那这些的话，我们的，我看一下，我们把动态标注关了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这个可以放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我拉下一点看一下行不行。好，这些的话我们可以拉上一点。因为我每次画完图，可能会发现我们的空间不够，布图了一下，空间不够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就要缩减一下这个图，是吧？好，这个的话就没问题，这个可能我们要挤一下了。这些的话，我们都可以把它拉上一点。好，这些我们都要挤一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勉强，相当的勉强，刚刚碰到这里是吧？我们这边还是不够，拉下一点看一下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再拉下一点的话，我看一下图名还有没有地方标。相当的一个勉强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地方，我们把这个标注标到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标到这个位置，
或者标到这个位置，把这个拉过来。因为我们到时候图名的话，我们没地方标了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就标到这里，是吧？我们这样的话，我们就 OK， 刷这个 OK。我们看一下这边还有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剖面，剖面的话估计可能就要加长了，是吧？我们剖面差的地方比较多，那我们就把它加长。我们添加一个 A2 加四分之一的一个，好，加四分之一的一个图框，是吧？我一般加长都是加二分之一、四分之一这样来加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图名，好，复制过去，把这个图框也复制过去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些的话就可以把它删了。那我们把这个拉一下，是吧？因为加长以后，我们空间还是很多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拉高了以后，我们看一下，我这个可以拉低一点，我们这些可以收缩一下，因为比较占空间。看一下，这样的话，我们这这个就比较空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这里拉的太过来了，是吧？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能不能把它拉到这里？拉太长了，这里，我拉到这个位置吧。好，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可以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再把这个调整一下。所以我们标完柱了以后，调整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，是吧？我们经常标注完了以后，经常是空间不够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到时候我们布图的时候，我们挑比例，我们一定要预留多一点空间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到时候布不了图的话，那就比较麻烦。好，这里的话，我们看一下，这里我们把它移上了，好，移到这个位置。把这个拉回来，这里也是移上了。好，把这都调整好，算完都要把它调整齐。那我们快点吧。
好，我们把这个图框关掉，我看一下效果是吧？好，就算比较整齐的是吧？因为这里可能挤一点，这里可能挤一点，标的东西可能比较多是吧？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底平面，底平面的话我们标的东西比较多，比较密集一点。好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然后现在我们把图名标上去。好，我们在这里考一个。好，我们在景墙这里考一个。好，那这个的话，这个的话我们叫入口，我看一下能不能放得下。好，我还勉强放得下。好，这是入口岗亭。好，入口岗亭一。啊，没有一的入口岗亭平面图是吧？三十，好，我这里给一个底平面图，这是底平面图。好，我看一下这边，这边的话，或者我们把它移到这个位置吧，看能不能标得下。因为下面这里也没有空间是吧？好，移到这个位置，入口岗亭底平面图啊，这个是入口岗亭顶平面图是吧？好，我们把它移过一点，把窗口全开，把这个移过一点。好，再把它关了。我尽量让图面美观一点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的话，好，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话，可能没空间了。我要把这先调一下，这个地方。好，这是入口岗亭 BA， 我们看一下这个轴线，我们从这边开始，左到右是吧 ？BA 立面图。好 ，B。B 杠 A，B 到 A， 好，立面图，好，我们这里用横吧，我们双击一下它，这里有个圈是吧？我们把这个选中，把这个 B 选中，然后点一个圈 ，A 选中，点一下圈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在圈里面是吧？好，入口岗亭 BA 立面图。这是一个25的比例。好，那这个的话我们复制过来，这个的话就是一个，好，就是一个21是吧？我们从左到右数21。好，这是一个入口岗亭21立面图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位置不够。我们看一下我们在哪个地方可以把它调一下。好，因为这个地方都没办法了是吧，都没办法。我们看一下基本上都满了这个。好，就差一点点啊，就差一点点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再移一下。好，移一下还是差一点点。那我们看一下，把这个加长行不行？把这个加长，加长的话可能就好。那我加长了，把它加长吧。
我把这个图框删了是吧，我把这个 A2 四分之一是吧， A2 加四分之一加过来，好，这样的话我们就空间比较大，好，空间比较大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加长了以后，我们感觉就是太空了，是吧？我们看一下会不会太空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最后我还是挤一下吧。我看到哪里还是挤一下，加长就不好看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能挤一下就挤一下。这里是三，这里是三，这里是四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入口删掉，我们叫岗亭底平面图是吧，岗亭顶平面图，因为我们这里写了一个入口岗亭，这里我们删掉吧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这里还是能腾出一点空间是吧。好，那这样的话我们还向这边移一下，因为我们这边还是太靠这边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对准拉个线，对准这里。好，我们这样的话挤一下就可以了，是吧？我们不需要说加长，加长的话，我们最好尽量不要加长图纸，因为我们打的时候这个会浪费一张 A1 是吧？因为我们 A2 的版面的话是加长的话，我们加长的 A2 是要竖着打的，我们不能横着打。横着打的话，因为 A1 我们看，我们一般知道，我们打过图纸就知道了是吧，我们打过图纸就知道，我们有 A1 的图纸一卷或者 A2 的一卷是吧，那我们打这种的话，我们打这种加长的话是吧，我们一般是用A1 横着打，A1 横着打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规范的就打出一个 A2 的一个图纸来，可能到时候打过图纸的就明白加长的话会浪费一张 A1， 所以我们打出公式的话，加长的图纸一般是算 A1 的价格是吧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这里的话是，好，我们把这个拷过来，岗亭。那这个就没有圈了是吧？这个圈是轴号，我们看一下，我这里是21，21。好，21，21，从左到右21立面图是吧？从左到右 BA 立面图。好，那我们这里的话就是11剖面。我们这个圈就不要，这个圈的话是轴号，轴号，那我们这个剖面图的话就不需要这个圈。好，一剖面图是一个15的比例，好，这是25的比例，这边也是，好，我这里是一个一剖面图，那我们这边的话，我们看一下，我这边好，把这个拉高一点。那我这边的话是一个岗亭柱子的剖面图是吧，岗亭柱子也是1:15。
把它拉高一点。好，这是二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两张剖面图。好，这两张剖面图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我们这边的话是结构图。好，我们这个结构图叫什么结构图是吧？我们这个叫，我们把它关了先，我们叫，好，岗亭基础结构，好，布置图是吧？我们看到基础，这是柱子，这是地梁，是基础结构布置图是吧？好，我们这个叫什么结构图是吧？我们这个叫岗亭。好，屋面板结构布置图是吧？好，这里是1:30的一个比例。好，岗亭屋面板结构布置图30的一个比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这个就叫，好，我们这个是一个框梁是吧？框梁跟这个，我们看一下，是这个框梁跟这个屋面板的这个板的一个交接是吧？所以我们这里就叫 KL 与屋面板。是吧 ？KL 与屋面板交接处配筋图，好 ，KL 与屋面板交接处配筋图，好，这里的话是1:10的一个比例。好 ，KL 是框梁是吧？框梁与屋面板的一个交接的一个地方。好，配筋，把这个拉过一点。好，那我看一下这个的话，我们就过梁是吧？过梁的话，我们就还有我们这里没有标这个过梁，有标吗？我们看一下。好，我这里有要标一下这个过梁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找个地梁这里是吧？好，把这个固定角度关掉。好，我们这里是 GL 过梁 ，GL。好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里，你说这个是 GL 好 GL 配筋图，好，这是3，好，这是 GL 配筋图，这是过梁是吧？过梁，好，那我们下面这个就是地梁了是吧？好，这是4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是吧？那我们这个就是地梁 DL， 是吧 ？DL， 我们看一下，我们 DL 是这个，是吧 ？DL， 然后框梁是这个，好 ，DL 配筋图，好，我们就写剖面配筋图。好，这个是5是吧？是5。好，那我们这里的话，我们就是停住了是吧？好，停住，我们就是 J1 是吧 ？J1，
那我们这里的话就是 J1， 好 ，J1 平面，好 ，J1 平面配镜图，说完这个是平面，好，这个是 6， 这个是1:1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好1:15的一个比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 J1 剖面，是吧 ？J1 AA 剖面的一个配镜图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看一下 J1 AA。好，这里重叠了这个柱子。好 ，J1 剖面嘛，我们不用这个 A 的。好 ，J1 剖面配镜图是吧？因为我们 A 的话是变了 J1 A 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，把这个关了，我们看一下。好。那我们标完这些图名以后是吧？把这些图名标完以后是吧？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是吧？好，我对一下比例对不对？对一下比例。好，这些25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索引也标上是吧？索引。好，我们这张图的话是 J1 3.2， 这是 3.3。好，那我们索引是。好，那这个的话，这个的话是一个21的一个立面图是吧？这边看过来，那我们就是说是4是吧？是4这个。好，那这边就是3。好，就3。我看一下，我一剖面的话是这个。好，这一3.2，这一杠3.2的一个第一张是吧？第一张，我们把它拉高一点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这个还有没有索引？好，我立面图没有索引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剖面。这里的话，我看一下这两个索引的话，我们到时候把标准图画完以后，我们再补上去，是吧？补上去。好，我们剖面图也没有索引，我们看一下这里的话，我们这里有一个，这是7，是吧？ 7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亭子。好，我们这里的话是一个柱子的剖面，那这次就是 3.2 的第二张图。好，我看一下我们这个的话，我们这个路牙到时候我们再画完标准图再补上去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这张图是吧？我们这个亭子的一个。施工图是吧？施工图我们画完是吧？我们把结构也画出来。好，我们停止施工图的话，我们首先我们画这个停止施工图，我们首先要怎么做？首先我们要观察它的材料风格和体量是吧？材料风格和体量，我们再慢慢入手，还有再观察它的功能性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两边是。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好，我们打开这个景观一区是吧？我们观察一下它窗子是吧？我们开窗的话，我们开窗的话一般是这两边是吧？路的这两边
都开一个窗是吧？那这边我们也开个窗是吧？所以我这个就是一个三个窗一个门的是吧？一个功能性的东西。还有风格的话，我们这个小区定位是英式风格，所以我们材料的话，我们中间是吧？除了线脚的地方，还有重要的地方，我们都用一个劈开砖是吧？这个红色。那我们这顶面这个瓦的话，我们也用一个红色的一个西班牙瓦是吧？所以我拿过图的时候，我拿过模型跟方案的时候，我们仔细推敲一下，方案做的对不对是吧？所以我们不要一味的就拿到图就直接去画，我们要慢慢推敲它对不对，然后再去画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避免很多的重复操作是吧？还有修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张图的话，我们就画完，我们这个岗亭的图就画完。我们接下来画的话就是，好，我们接下来画就是这个入口大门的一个详图，是吧？入口大门一个详图。